哦，这场比赛呢是，哦，曾经越打越开了，现在11-4的领先。这球高吊起来。这几拍打的也是非常的久，不过哎，这种最其实失分的最泄气了，对，磨那么久啊，而且这个陈仁杰好像似乎有一点被打闷了，对，哦，打得有点没有斗志的感觉了，这样，而且两边的调动哈非常的快速，是，所以你看，像陈仁杰哈这个球好像是有一点放弃掉的，嗯，哎，他有一点放弃，但是就算追也追不到了，没错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您和平观赛，不要随意走动，以免影响其他运动员的比赛。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。是3-4了哈，9分的差距。对，有没有？哇，又界外。在感觉在看陈金的比赛跟林丹的比赛哈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感受。是，但是都是属于非常高技术、非常高技巧的运动选手哦。看他们比赛，好像感觉也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。对，世界顶级的选手，好球。姓陈，单名一个金啊，金色的金呢，15-4。陈仁杰，应先来一个要杀看看，然后振奋一下自己的士气，也帮。应该要把自己的这个。速度要提升一下，啊对啊，能不能看？又赶不到，而且陈金又不会给他那个机会，让他有要杀的机会。因为陈金两边后场的这个挑球哈，他推的都非常的快，而且不高，不高，高度又，所以他没有机会哈，可以做一个要杀的这个动作。所以我们说，嘴巴上讲希望他来个要杀振奋一下啊，问题就没有那个球，没有那个位置，对呀，跳到哪里去？结果这个球挂网了，那。